我现在就剩这个，我就可以毕业了。这是什么？电修复，靠背哦，啊，他在停什么了？石头呢？诶，还有大石头诶。手厨怎么办？哎，我要不要先讲手厨？哎，应该比较重要。那石头怎么没有倒掉？现在即将来干净说话。不行了，不然这样太慢了。